本节目由健康活力每一分的康师傅绿茶独家冠名播出。好了好，赶紧挣钱了，赶紧挣钱了，林品如赶紧上。我感觉跟他他的仆人。啊，不用碰我，你就站在这会儿了。不行，我要碰你。感觉已经有那味儿了。回家诱惑，一场一进一次，预备开始。等一下。怎么又一样？没事，再一遍，我爱丽不会认输的。高跟鞋。林品如，你海水里面买的什么药？好险！为什么你一个瘦气包会在这里兴风作浪呢？你说。一大早就找我，到底想说什么？现在你的身份已经曝光了，赶紧把我的维纳斯还给我。如果你想回到这里，那就把我夺走的一切全部还回来。我破坏你的幸福，你婚姻本来就不幸福，是你破坏了我的家庭，我把我的家庭捡回来有什么不对？真是厚颜无耻。你都是孩子的妈了，你难道不知道失去孩子的痛苦吗？其实你的痛苦我没有兴趣。我告诉你，那个陈，我只有再砍一次，我们先卡一下。没事没事，你可以编编编。现在痛苦我没有兴趣，是你把我的心给碎了，把我的眼泪流干了。我现在什么都不管，把我的维纳斯还给我。不要碰我的女人，不要碰我的女人。洪世贤，我告诉你，你清醒一点。我一直在守护这个家庭，我林品如就是你的，我艾丽就是你的宿命。我是你最后一个女人。啊！可以啊，太棒了！什么都林品如，50块了，50块了。演得好，好适合你这个角色，你巴掌，你好骚啊！你好骚啊！对吧？是吧？是吧？我们休息，我们上吧。来，羞羞的铁拳，我俩从那边来。你们从那，没有，你们已经站好了。我们已经站好了。已经站好了。来吧，来，羞羞的铁拳，一场一次。你别讲，他还蛮像的，有点像。这就是我们的副掌门。副掌门就不用扶了是吧？啊，要扶，要扶，要扶。怎么还副掌门呢？谁知道？副掌门的意思就是，掌门走丢了，我就是掌门。那也就说没得学了呗，那走吧。等等。掌门会的我也会，掌门不会的我还会，掌门本来就应该是我的。你们说能谈一个是掌门吗？你会啥呀？掌门，掌门，我就是掌门。给我俩一下，没有这一趴呀。有这一趴吗？有这一趴吗？也没有你那一趴。来，小雨画过去。小莲，你上场的频率太高了。你怎么又出现了？我跟你说，他拿了一沓纸。我是挣钱，我奔着挣钱来的。你有真笨一次啊！我来吧，我来。所以说，有钱的人就是一直会很有钱。哎，板子呢？好，准备好啊！我摆 pose 摆半天。
小鱼儿与花无缺，一场一进一次，预备开始。我义妹好端端的怎么会死啊？你一句不知道，你一句不知道就推了一个二进啊？我没有知觉啊，我不知道啊。那你现在有了，报仇啊。那小贤你的仇呢？你怎么不报？谁不报啊？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你现在想什么我都不知道，真真假假我什么都不知道。真真假假你别管，有一件事千真万确，你就是个废人啊，你就是个废人啊。你再讲一遍。废人。你再讲一遍。你再讲一遍。废人。你再讲一遍。哎，快点。你给我再讲一遍。哎，快了。你给我再讲一遍。废人。哦，啊，打上我今天脸了，等一下。你再讲一遍。废人。你再讲一遍。我小鱼儿以后没你这个朋友，什么事都别来找我。我再说一遍，废人，废人，废人。我很没事。好精彩啊！太精彩了！呜呜呜！我笑我演了，可是废人，废人，废人，挣钱挣钱了。你那么有钱，你还这么努力，活该你有钱啊！所以有钱人会一直有钱。下一个吧，就是就让他横在这儿，然后你在这边，我在这边，可以。丢丢丢啊，对对，好了好了，冰雪奇缘一场一进一次，预备开始。艾尔莎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Come on, let's go and play.I never see you anymore. I'm not a core. Na na da da da. We used to be best partners, and now we're not. We wish you would tell me why.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It doesn't have to be a snowman. 各位 Anna. Okay, bye.哎呦嫂社会啊。对，我就一句各位安娜。下一个。小时代，小时代。小时代一场一进一次 ,action。我们是如此的姐妹情深。今天我就要敬我的好姐妹。感谢她品尝我的人生痛苦。从今以后，我祝福你和我的人生一样，风吹雨发臭发烂，时间追不上白，没了，非常棒。下一个，咱们还有一个摇滚黄花呢，来给我一个吉他。你要干嘛？这个是吉他。你是那个金发男？哦，对，我是你男朋友。那老是演男的呀？对啊，怎么老是演男的呀？因为我平时是女的，所以说演戏就想演男戏。而且你只演渣男，我发现了。你他妈？你他妈啊？哎，这是我的台词啊。来了，摇滚狂花，一场一进一次，预备，开始。哦，你他妈你骂谁呢？他就是我们家一远房亲戚，我妈当年早上火车压八八二了，他就是来北京看病的，咱们不用理他。不错啊，找一个跟你妈差劲一样的男人。我爸当年那么差劲还看上你了。
有信念感。连一起中间，中间还要换个效果器是吧？嗯，这个踩一下。在施针呢。树先生什么时候上？树先生已经开始默戏了。但是千万别笑，因为他真的很搞笑，但你们先别笑。我当时就认定 Hello 树先生就是树先生这个片段，没想到会有这个片段。因为我真的是在公司里，我平常会去健身，然后跟我一块健身的几个哥们儿，他们就是会经常模仿他，然后模仿他的一些这些神态啊片段什么的。然后当时看到我就惊呆了，我说哇，我一定要演这个。然后当时播出了给他们看。上吧，就到我们了。喂，你做这个都行。赵让从一开始就带入角色。哎呀，挺不错。他已经默戏默了好几分钟了。专业专业。来，来，哈喽树先生，一场一进一次，预备，开始。不是，你用咱家地，咱也不跟哥说一声。我告诉你啊，我这是给咱俩创造美好新生活呢。咱哥俩喝一个。咱俩就意思意思。那个，我一会儿还得帮人干活呢。那你这就不给弟弟面子了。你这样，咱俩晚上照死了喝。晚上是晚上，现在是现在，整一个。不是你这，不也不给哥面子吗？都是演技派，真不错。不是，咋了这是？为难你啊？是不是为难你啊？跟你说话呢，跟你俩说话听没听见？啊？你就仗着你哥是村长，你给我装了是吧？你给我道歉！你给我道歉！你给我跪下，听见没有？听见没有？给我道歉！弟弟，刚才外边人多，哥给你跪了。结束了。OK。哇，棒！演得好，演得好，演得好。多少让影帝啊！站！我实在没憋住，对不起。我以为我少说词了，你给我不是你站起来，你站得很高。他比他高，好高。你跟我搁这装了是吧？你们。一抬头在我上面，我有点懵了。就你知道有一个人是拿鼻孔看着你那个状态。你仗着你哥是村长，你跟我搁这装了是吧？我直接破防了，我就直接笑了，然后就没法硬着头皮演下去了。赵让，你那支烟啊，好抽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好抽到你被扔出去的路上还在抽，要抽一口，给我道歉。要抽一口，你知道吗？我不懂。现在我们的客厅演技热身就全部结束了，只是热身哦。好，现在选择今天的屋长可获得20枚茶多酚奖励。这个太累了。你还想当？不，我可不想当。来，谁要当屋长？赶紧举手。我。好，同意，同意，通过。好，带路娃同意。好，过。耶！选俩。飞泽来，飞泽20，一人20吗？对啊，20同意。飞泽来，飞泽竞选屋长有没有人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大家现在目的特别的简单，就是为了挣钱。那个我当屋长很自由的，大家爱干啥干啥。我也是。那个做任务我能不来吗？能。啊，真的啊？你能给我后期 PS 是吧？同志们，来，宣布点事情。先大家先坐好，然后看电视好吗？演技大赏组队开始，通过你演我猜挑战，组成最有默契的演技搭档，参与戏剧之夜。
男生女生分为两队，男生抽取一个关键词排队表演，女生们进行猜词挑战，猜对男生关键词的女生可以跟指定男生完成组队，最后落单的三人自动成为一组。哎呀，最后一组感觉怎么都感觉很划算，对吧？那我们这留到最后，最后落单的三个人肯定会是一男两女。哇，三角恋，这个好那个，没关系啊，这是在我脸皮很厚的搞分裂。嗯，我好不容易可以演一个感情戏，你怎么就质疑自己？你平时也可以，我告诉你，我跟你讲，我就剧本上全是吻戏。哦，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哇，谁还敢选你？英子是不会选我的，反正。我就要选你，你那个剧本有点吸引人。可以吧？啊？哦，这就是演员个人的魅力了，这就是。你一定要排吻戏啊，不然我不看了。我吻戏，我肯定吻戏。从头吻吻一分钟，那就很好拍啊。借两分钟的位。还要借位啊？从上楼上一直亲到山上，吻到玉龙雪山，吻到山上，可以吧？来吧，开始。好。你找我妈看看怎么算。好了哈，谁举手了？我。哇，你可以反选呢，你要猜对才行。哦，不一定能猜对。我也猜吧，反正我也猜不出来。好，那我们开始啊。开始吧。我的词是四个字。四个字。很简单。真的。一个字一个字整。好好。第一个字。敲。锤。呼天喊地。锤。人吗？人名吗？人名吗？震耳欲聋。第二个字。震耳欲聋。不是，第二个字。锤听听。哦，不对，第二个字不是啊、哦、啊，第二个字是好，垂头丧气，垂头丧气，垂帘听政。哦，可以。我天哪，带路娃组队成功，恭喜！好难猜啊，我感觉我一个都猜不出来。没，咱们一看咱们有可能就是那种最后的。好，下一位吧，赶紧抓紧。你上吧，我来。你上，你上。完了，你这一出，我感觉我就不想选你了。你没有资格选我，你选他，你没有资格选我。想多了，想选我。开始了。要跟张英特组队的，请举手。喂，有人。你连猜都不愿意来猜一下，太不给我们张英特面子了。我不想拍喜剧，不跟张英特组队。我每个我都得猜一猜。哦，来了，五个字，啊，然后什么？2、2、3、4，这个我没了，什么呀？这是二跑开，二跑三，二跑抓，关门。二跑抓，冰箱，冰箱开，关，口渴难耐，拉拉，我知道了，朝阳，我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了，五个字，拉，拉开冰箱门，敲击冰箱门，放开门冰箱，他，是吧？他先说的，哦、对，子林先说的，哇，我居然能猜对，天哪，不是。不是你，怎么一二三？张新特，你跑过去干什么？我开门啊！直接这样啊，你这样不就好了吗？自己站着好了。双开门冰箱。哎，我觉得猜这个好有意思啊。对，这个还挺好玩的。还能再选吗？还能再选呢、啊。不选了，不选了，不选了。我是个男的嘞。男的嘞。开始了。怎么伤心了？有点，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演。拉拉，然后辣手摧花，辣妹，
辣手摧花。辣妹。辣妹天花板。几个字啊？你一个一个字表达行吗？辣妹子辣。辣妹天。辣妹上天。辣妹。辣妹顶。辣妹天快。辣妹天球。辣妹天团。对对对。辣妹天团。哦，辣妹天团。组队成功。组队成功。这样组队成功了。组队成功。我猜一猜，猜一猜，七个字，你，我饮酒，一人我饮酒醉，我饮，第三个和第四个，我饮红酒，我饮杯中酒，我饮红酒，这怎么那么像是一个那种，那个麦，那个喊麦，我饮，太难了，小莲，我饮杯中酒，我饮桌上酒，我饮瓶中点，我饮点酒，我饮瓶中酒，我饮瓶中点酒，点，我饮瓶，杯点酒。我饮。这样，是我饮烈酒点孤灯。共饮这杯庆功酒。共饮杯中酒。我饮点灯。灯。我饮点光。我饮醉酒点孤灯。我饮。对了。为什么我没听过这首？没有，我在提示你们，你们快说。冰冰说几人我一直有点孤单。好，太醉了。小薇。好。耶、yeah, oh, ！我以群点酒，我以点酒中。太难了，就我。哎，我直接抄答案。啊！好，开始了啊！来了啊！好，来。四个字 ，OK。这是什么？精神分裂，歇斯底里，精神分裂，四个字，抓耳挠腮，锤天遁地。不对了，你这个有点跑偏了。啊，偏了，兄弟。你看。你先前面，在后半段。前两个字，抽搐，嘶吼，狂怒，愤怒，愤怒，焦躁，暴躁，狂躁，焦虑，狂躁，第一个字，脑，焦头烂额，脑绿，头晕裂，头发，发怒，发疯，怒发冲冠，发疯。第三个字很简单。发疯亲亲。发疯吻，发疯吻你，发疯吻，发疯吻西，发疯吻死，发疯吻眼，发疯吻风，发疯吻晕，发疯吻昏，吻晕别人。发疯我什么？雪。发疯文雪。对了。发疯文学。真的要拍吻戏了。就从这里吻到那边。你们这两个不稳不行了，不稳不行。来了，我开始演了。三个字。高尔夫球。打火机。放鞭炮。窜天猴。
春天炮，春天猴，春天猴。这我跟给他讲的、哦。谁说的？谁第一个说的？袁一奇嘛，是吧？你说的。春天猴，春天猴。哦，春天猴，好吧。那剩下的就是，那我们三个配对了。高文星，高文星。哎，高文星演一演的。就是谁先猜出来谁是女一，是吧？哎呀，可以。我们两个跟他配对呀、啊。是一个女一，一个女二啊，是这样子的、啊哦。来来来。难不难？哎，马哲尔真的很能表现。好难啊！三个字。大。开阔。扩胸运动。大圈。大圆。开天辟地。三个字。大圆圈。大圆。画大饼。画大饼。大圆地，大圆锤，大圆锤，大圆圈，大圆锤，画地为牢，三个字、哦，三个字啊，大貔貅，大圆，第一个字，第一个字再来一遍，大圆，大圈，大圈铲，大圈，紧箍咒，画圈圈，大圆点。大圆觉，哎，你要不换一个词？说真的，这个很难。第一个字是不是大呀？是大。哎呀，这啥呀？大尴尬，大委屈，大委屈，大尴尬，大圆场，大圆种。哇，是不是很难？很难这个词。啊，这个是冤啊。圆大圆种，蒋老师正好你们一组，女一是自己挣来的，女一，可以，女一是挣来的，大好，哇，啊，那我们现在去选词儿，宝宝，咱俩先去是吧？啊，对，组啊，对，走，就我觉得咱俩得找一个词儿，一定要适合这款环境，这款环境很美，对啊，嗯，喜剧之夜剧本大纲。请自行选择本次的小片主题，也是必须要出现的台词，并发挥创造力拍摄成一支微短片。拍摄场景不限，可以自由邀请群演。本次拍摄的所有小片将登上小片公映会，最终将通过内投选出一组演技显眼包，获得200枚茶多芬币奖励。加油，好好表现哟！嗯，给词儿吧。嗯。看下一页，因为它应该有21句。其实我是你爸了，这个、你是俊，太扯了，这个多来气呀、啊！这一句话，其实我是你爸爸，这东西能行吗？你对呀、啊，你们在干嘛？其实我是你爸爸，这种，得看怎么玩。其实，快过来帮你爹拿拿箱子呀！啊，可以，这个吧。我是不太能够搞笑，这人不是搞笑。你触碰到了我的逆鳞，这也很搞笑，这很适合。很中二，我觉得。我不是要参加你们，我是要加入你们的。这怎么说呢？我来跑，我来。我不是要参加你们，我是要加入你们。就是什么都得跟吻戏搭个钩，是吧？我觉得第四个也可以加。算了。什么？这俩还过了什么？什么是快乐星球？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抱你没用，抱你啊！这个咱俩就可以选一种公路的旅行，完了人吵架啊，或者是这种走出来了。然后最后你再说这句，对吧？不是，是你说的啊，我得抱你吧，是吧？啊，也可以，那就那个14吧，就十四，好，14。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抱怨没用，抱我。哎呀，好麻烦啊，这个不知道怎么选。这好难啊。对啊。快，你有经验，你来。我发现那个什么，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这其实现实搞笑的嘛。嗯。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哎，这句话还挺暖的。如果说感情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温暖的。其实我想选吵架。哎，其实二也可能是感情的一个选择。吵架完了之后，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也可以，我去，也可以，天才，也可以，那就三呗。你平时喜欢看什么样的？看科幻，要不就是喜剧。喜剧，我们就演喜剧。你能演喜剧吗？我可以啊。
哎，就这样，我们就拍那种纯，就是很小清新、很小清新的那种。哦、突然一下转身说我是，转成喜剧。其实我是你爸爸。我也是这么想，就是落点落在。可以，就让他们猜不出来我们那种，好吧？我也是这么想。行，其实我是你爸爸。这句话。OK。第十四、十六是不是选手？是不是有吗？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拍那种氛围的，二十也可以。二十可以。就是这个东西可以拍那种感情，也可以拍那种就是有亲情付出，嗯，也可以拍关于舞台的东西。我们就不要浪费这个大好景色。对。这十三是什么？I miss you， 对吧？但是是倒过来的。哦。所以我们读的是，我们得倒，不是我们读过来是也是倒放。然后放出来就是 I miss you。哎，这个倒着的其实也可以。对，因为这很浪漫。对，就是我坐在这儿，然后我就在这儿，其实我就要一直想着你说。而且我们如果选这个倒着的话，所有的东西可以倒着。但是这个我们就是要捋个故事。对。嗯，但这样拍也会挺有，比较好，我觉得这个比较浪漫。嗯，行吧，要不就这样，要不就这样，我们就选这个，好不好，老师？乌鸦像写字台是什么梗？不知道，有人给科普一下吗？或者现在搜一下。哦，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被墨水浸染了。啊？还是没有被科普到，说实话。双关语来着，但是某一年网上莫名就开始传什么，就像爱你没有什么理由。主要是乌鸦像写字台是挺文艺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加了台词里也会有点尴尬。虽然不说别的，但是只有乌鸦像写字台这个像一个就是正经的词儿，你懂吗？我是想不是那种特别搞笑的那种，我刚才想比方说可以讲梦境相关的，比方说你知道为什么乌鸦像写字台吗？然后你就可能是思索状思索状转头我已经不见了，嗯，然后你就开始找，嗯，然后可能就倒下了，那样我再醒接着。嗯，我们可以赋予它新的意义，乌鸦像写字台。行，那就十一吧，不纠结。好，那不纠结，乌鸦像写字台。我觉得无所谓，我会说好，这可以作为我们的主题。请选择一位你想合作的摄像老师。摄像老师还要选择吗？我怎么知道？我不想做选择。这几位老师都是什么风格的呀？老师有没有可能出来介绍一下自己？有没有 PPT 啊？你的简介给我们的吧。个人简历，可以看一下各位老师们的作品吗？不理我。那我们就陈爱健老师。可以的。哎，会不会说谁的图大谁好啊？这个应该不至于。我觉得直觉吧，来。那就陈老师。陈杰老师怎么样？雪山。可以。好。要不选第一个吧，就张诗玉。那个彭飞和王池感觉稍微自恋一点，感觉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对，第一个比较注重氛围感一点，感觉。这不好猜、啊。我是这么分析的。我觉得都这么猜。不好意思，摄影老师，我是开玩笑。别骂我。张鹏飞老师这张肯定不是他自己拍的，对，但是他选了这张照片，就是看他们的审美。我们现在就看他们的审美。哦，张鹏飞老师比较感性，就是在我这里看来，嗯，我觉得可以。他这个画给我的感觉就是 ，OK， 有一种情绪在。是可以的。张鹏飞老师，你看二位老师，我分析一下啊，这个曹晨老师，因为我想的是我们肯定会有很多外景，嗯。所以可能需要一个能吃苦的老师。曹老师默默把自己的灯灭掉了。另外老师叫比较潮流，叫王石。我感觉一看就是比较年轻的老师。嗯，那我选曹晨老师吧。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就是年纪稍微长一点的老师来给予我们一些指导和帮助，可以吗？那就这样吧。那就这样吧。OK， 再见。曹晨老师，一会儿见。你吓我一跳！我去，吓一跳。你吓我一跳！请确认你是哪位吗？这是什么？我爸是个杀马特，我天！太夸张了！啊！这怎么搞啊？我感觉现在脑袋空空。你不要再录我，我羞耻啊！我真的是柴吗？这个世界疯了！你也有亲近感，咱们是真情侣，用力抓，很用力了。那我们两个就是我追你，你让我爱你的。他能拍悬疑吗？你是想说那种暗黑戏？对。来。
你嫁给我不啦？我好像吸氧了。那这样子的话，你谈什么谈啊？分了算了。那不是分了呗？要做这个动作吗？我必须。别报警啦！万众期待的电影放映会开始了。难得看到孙瑞这么娇羞，分手吧。我要赚钱。那你觉得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不用聊了。不能聊就别聊了。他怎么这么处理这件事情啊？每一句都是踩雷。我陪你回去。跟谁打电话呢？啊？哎呦！哇！妈呀！脸上都起鸡皮疙瘩了。我也是。你知道为什么乌鸦像写字台吗？谁呀、啊？我像不像鬼？我真的好吓人！这就是个鬼片。哦，清醒了，清醒了！哎呀！啊啊啊、我的天哪！这是我不花钱能看的吗？这个是能播的。热搜要上去了。